娱乐圈的夫妻里，就属谢楠和吴京的爱情最有意思了。他们是夫妻，可是他们的相处方式却很可爱。大家都知道吴京宠妻那是出了名的，但大家知不知道谢楠也宠夫呢？谢楠曾经在采访中说到自己怀孕时候的事，那时候谢楠一直在给吴京吃定心丸。他告诉吴京，就算孩子出生以后，他也会把最多的爱给吴京的。吃定心丸，我老公你放心，就算有了孩子之后呢，我们家最大的宝贝儿还是你。我绝对最多的爱都是给你的。可惜呀，谢楠的嘴骗人的鬼，等孩子出生之后才不是那样的呢。吴京在家里的地位直线下降，在儿子出生以后，谢楠也是直言，有了孩子了，谁还管他呀？哈哈哈，太真实了吧！心疼吴京三秒，太可怜了，老婆的爱被孩子分走了一半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